好，我们大家先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各位法师，各位大家阿弥陀佛啊！好，我们看一下啊，这个32页啊，上次讲到这个经籍的第840记啊，好，那么现在来看啊。因为前面啊，这个摩建提啊，那么他问，他说：“假设啊，不是因为见闻，那么得清净的啊，那么那这样的说法啊，那实在是让人家很不能理解啊。这个是一种啊很愚昧的说法啊，就是说他都不见不闻，然后这是如何能够得清净呢？啊，那佛就回答。”他说：“奴依邪见门，我知奴痴道。奴不见妄想，尔时自当养。”佛陀的意思啊，说你啊，这个认为啊，这个依见闻而能够得清净啊，因为前面讲见闻啊、持戒啦 啊，那么你认为啊，要依这个得清净，那么这样。这样的说法，那么才是真正啊那个愚昧的、令人不解的啊。他说：“奴依邪见门，我知奴痴道。”啊，那我们对照那个经籍里面的啊，他说：“奴今依见续从问，啊，奴未取着现迷昧。”啊，那我们如果从大智论的文来看，啊。那你这样的观念啊，因为我们的见闻觉知啊，那这一些一开始啊，他就怀着所谓的我见啊，那一开始就有所谓的虚妄分别在里面。那如果你认为啊，那么你的清净或是你的解脱来自于这一种啊，那么虚妄分别。啊，那么这个是不可能的啊。那么所以我知奴痴道啊，他说奴为取着现迷昧，你这样的看法啊，你这样的见法啊，那因为大部分的人是会执着所谓的文字语言或是思维，那像解脱它是离文字相、离原理相啊，然后甚至离一切虚妄的这些概念，我们叫做心缘相。那心所缘的基本上就是见闻啊，这一些啊，那我们叫做见闻觉知啊，就是你心所缘的。那么但是你的心本身就是虚妄性的啊，就是以我见我爱相应的，所以以我见我爱相应，我们叫做无明贪爱相应的。那么因为你跟无明贪爱相应的，那么你认为你这一些无明贪爱相应的这一些心所见所闻的，那么能够得清净啊，那是一种愚昧的看法。那我们叫做无明相应处啊，就是说因为你的心不外乎就是处嘛，心所心心所，那么你跟无明贪爱相应，无明所护爱结所系啊，因为大所有的众生都是无明所护爱结所系，那你如果没有去掉这一层，那你认为啊，那么你那无明基本上就是你有所谓有我见我爱这一部分啊，就是我见我所见，那你所认为的正确的这个基本上也不离开所谓的我见我所见我所见的我所认为真实的，所以这样的话啊，那么你要从这里得到清净解脱啊，那所以一般就是叫做取相。啊，那么取有法相非法相啊，就是前面的啊，八四零啊，八这个839这边记啊，他取诸法相了。
那有我相，有法相，那么这样你是不可能可以解脱的啊，可以得到的。所以啊，那、这个，所以我说我，所以佛说我知奴痴道，奴为曲着现迷昧啊。这我们对照看啊，这翻译的就是从那个中文的翻译的话，也有好几种版本啊。不过我们就是用这个偈颂来讲。内己绝不见为想啊，奴不见妄想啊。其实上面翻的还比较清楚，奴不见妄想，尔时自当然啊，就是你没有看到自己的虚妄、愚昧啊。因为他说，因为魔鉴体说，那你说也不因为持戒，也不因为见闻，那怎么样得到啊？那这样不是很愚昧的说法吗？那佛陀说，其实你执着你所见闻的法。啊，你执着这个法，那么又没有见到你自己本身的妄想，所以真正迷昧的是你啊，尔时自当然啊。所以他说，故我说奴为愚迷啊，就是很愚痴迷昧，迷昧不知啊，啊，愚痴无知啊，其实是这样的。好，那这个就讲到啊，到这里就是从83。啊，这个从83八记，啊，842到845也有啊，那83八记啊，839、840啊，那都有这样的啊，就是引这个《易足经》了啊，就《阿他婆奇经记》就是《易足经》啊。好，那这样啊，就说复次。啊，这是第七个了，啊，我法真实，于法希望，我法第一，于法不实，是为斗争本。那么这个就牵涉到当时印度人习惯就是论说，以论说来探究真理，所以有所谓的正理学派，它基本上也是一辩论的。那这个。佛陀当时就有这种风气，所以导致很多人都以辩赢他人为主啊。包括玄奘大师去印度的时候，也是先要跟外道辩，先要跟小圣辩啊。然后他们一般辩论都，我们说赌很大啊，就是玩很大啊，就是说你要是辩输了，那有三条路：第一个，你做我的弟子，舍去你的，你因为你输了嘛，啊。你辩输我，表示你的是错的，所以你要做我的弟子，从此听我的话，跟我学，啊，就要舍弃你原来的，啊，那你做我的弟子，成为我的人，啊，成为我的小弟，这样啊。第二个，啊，就是你消失在这个地方，不准再出现在这个地方，啊，那第三个就是你消失在这个世间，啊，所以像我们看这个舍利弗的舅舅摩诃居迟楼。也是到处找人家辩论，到处找人家辩论，然后确认他是天下第一，就好像武侠小说里面啊，那武功非常好，到处找人家比武，要确认他是天下第一啊。那后来他竟然辩出他的姐姐，所以他发奋啊，不剪指甲，不剃头发啊，叫长抓放置，回来要跟他的外甥辩论。你看，都是自己的人哦，即使是自己的人，他也不能辩输。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辩输面子挂不住，那么印度的很多的这种沙门婆罗门都有这种习惯，那这种习惯一直延续到佛灭后都还有，然后当像现在把这个延续下来，大概像藏传佛教就有啊，他们要先辩经啊，那它也有好处，好处就是你思路会比较清楚啊，那这样思路会比较清楚，我们叫做逻辑嘛。你的逻辑会清楚，但坏处就是你容易执着这个语言文字啊，语言这个概念。那辩赢不代表你就是真理，辩赢不代表就是真理啊。啊，像比如说像藏传佛教津津乐道的，就是啊，这个禅宗有一个大德去跟他们辩论啊，结果辩输了啊，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显教啊，这个大乘佛教其实没有。藏传就是没有密教殊胜啊，因为辩书嘛。但是
辩淫不代表就是代表真理，佛教也有还跟外道辩输的啊，在历史上也很常见，辩输了，然后你三个月不能击剑锤啊，就是你不能营运，不能运作。那这样也不代表，这样也不代表佛教就是道理不是真理啊，外道的道理是真理啊，也不代表。那中国到佛教到中国来啊，也跟道教辩论，不过道教倒是辩赢的不多啊，就是道教倒是都辩输，但是不管是输跟赢，当然真理，我们一般讲说真理越辩越明，其实不一定，但是它也有办，就是它透过辩论可以了解啊，那么这个比较有道理，比较没道理啊，但是并不是透过辩论就可以真正了解道理，就是解脱不是靠辩论来的，那不是这个真理，也不是真理可以透过辩论，那么稍作为显示是没有错，因为你经不起辩论，那代表那也是很，那也是说你这个话根本不合逻辑啊，根本就没有道理啊，那也可以明显显出它根本就没有理，但是真正的真理啊，比如说我们要解脱，那么它并不是啊，比如说要辩论有我跟无我啊，那你怎么辩论都站在有我的立场上啊，或是说你没有办法透过辩论就可以证得无我，你没有办法透过辩论就可以证得无我啊，那因为它是为证来知的，就是你要透过观照啊，那这个而且要我们说的所谓的无分别，无分别智，那么你透过辩论通常都是透过寻思分别而来的啊，所以这里主要在讲这个啊，因为般若经最重要在讲法空的思想啊，主要讲无我，那无我侧重在法空的思想，那我们说过这个跟部派啊在佛灭后啊，那么他就是说佛法后来注重在义理的析辨上啊，就偏重论了，从部派之后，那么因为部派里面是说一切有部为主的，那包括经部啦，很多部派都是，有些都是后来的，很多都是从说一切有部出来的啊，那么说一切有部当然是传承上座部啊，那有部的这个观念里面他们也很重辩论啊，那很重这个义理的析辨啊，分析辨明，所以论其实就重在这里嘛，啊，阿毗达摩的意思就是要把他的道理讲清楚，啊，那但是有时候越讲越细就越不清楚，啊，那么概念越来越多，啊，但反而会陷在那种我们说的文字障里面，他会执着那个法，会执着那个法，啊，那举个例来讲啊，印顺导师在《中观论颂》里面举了一个例子啊，比如说。那前面的人，你的师父教你啊，三加四等于七，啊，那你就执着了，七一定是三加四，那谁说七一定要三加四？二加五也可以七啊，一加六也可以七啊，十减三也可以七啊，啊，那么这个四十九除以七也是七啊，啊，二十一除以三也是七啊，啊，谁说一定要三加四才能七？那你说那没有啊，我学习的就是三加四啊，你这个又没有三，又没有四，又没有加，怎么可能是七？啊，就那这个比喻也蛮不错的啊，就是说，那就是说你只取这个语言文字，好，那么你认定这样才是，啊，那佛法文字语言概念都是要让你我们叫做因子见月的啊，那但不是你去分析这个指头啊，它多长啊，它什么形状，它什么做的，然后可以见到月亮，绝对不是。当你透过那个义理，他是目的要明白那个义理，但是义理后来又变成一个一个名相，啊，因为他解释的义理很多，那每一个义理又变成一个名相，又变成一个语言文字，那后来又在解释这个义理的语言文字，就这样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啊，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现象，论是在解释经的，可是论解释的非常多，有时候你看经看得懂，看论不一定看得懂，那书又是在解释论的。那论看得懂了，那书又看不懂了，因为书又更多同解释了，那每一个人解释又不一样，那抄又是在解释书的，书抄
啊，那所以你会觉得啊，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了，啊，久了久了就变成啊，这个永嘉大师说的啊，这个入海算沙徒自比、啊，到海里面去算沙有几粒啊？啊，入海算沙徒自比，分别名相不知修，啊，那印度基本上有这种习惯，啊，就是他们到现在可能还有这种就是还有啊，但是佛教已经在印度已经可以说现在可以说是不存在了啊，就是说很小很小的人而已啊，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印度教，是比回教徒还少啊，这边也是少数的宗教了啊。那在当时佛灭后啊，那个部派的啊势力也是很庞大啊，但是其他的宗教也在发展。那佛教没有掌握到自己就是修正的这一部分，那一直在辩论上，这个或是仪式上就靠向那个印度教，啊，叫做婆罗门教。佛教在这个仪式上，一方面向婆罗门教靠近，一方面在义理上又向六派哲学靠近，啊，就是仪式上有一点点就是学习原本的传统的沙门婆罗门，啊，就仪轨。戒律上啊，那么以这些传统的沙门为主，那这个仪式上以传统的婆罗门为主，啊，这是吠陀嘛，啊，就我们说的就是种种的法会，那种种的苦行啊，这一边的，那但在义理上又跟这个六派哲学啊，就在通就是倾向于这位所谓的文字语言的辩论分析啊，从这里。那所以就变成佛法看起来越来越仔细，越来越明确。那实际上我们会觉得，看了我们不知道怎么修行，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啊，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就是讲太细了，讲太多了，概念太多。我要先认识这些名相，就好像医生跟你讲很多医学名相，我都不晓得在讲什么。我每一个名相要去查字典，解释的清楚之后，那每一个解释里面又有其他的名相。单单弄这一些就弄到身心俱疲了，啊，我们会发现到有这种现象，所以你看那个在那烂陀的，那么一辈子二三十年、三四十年就在研究那一些，他研究了二三十年、三四十年才研究清楚的，我们拿来看，我们怎么可能清楚？我们都没有研究，就算研究，你也没有研究他那么细啊，他是专门研究的，他才清楚。那对一般的人来讲，那这些怎么修？我单单要弄清楚，他那么优秀，弄了三十年才弄清楚，那我这个弄一辈子都弄不清楚，一辈子都做学问都还不一定知道他是什么意思嘞。而且这个人这样解释啊，比如说我们举个来讲，世亲菩萨，啊，现在其实讲这个也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啦。但是，比如说啊，世亲菩萨啊，也用了很多年的功夫啊，他才把那个部派的东西稍微了解，然后他写了一本俱舍论。啊，那后来啊，转向大圣，啊，那俱舍论就有很多很多著作了，很多研究俱舍论的。好，那后来转向大圣，啊，跟他哥哥学，啊，那又写了一本《唯识三十颂》。那《唯识三十颂》，你看那个《唯识三十颂》，它是他积部派的，他佛法的观念，部派的观念积了那么多年，他写出来的。那他的很多最优，他有十大弟子嘛。啊，十大弟子啊，护法啦、陈那啦这些啊，难陀啦啊，然后这些人，他们各个解释又不一样，啊，那所以你看，那他们用那么多时间，那么优秀，他们都没有办法真正了解那唯识三十颂在说什么。好，那后来窥基玄奘大师去那边学了几十年，玄奘大师那个天资聪富啊，学了几十年，那么他把这个十大论师的论都拿回来看一看，也不晓得到底，就是说到底要他本来要全部都翻了，后来啊，这个窥基说你全部都翻，后面的人也看不清楚啊。确实是，你倒不如你自己认为这十大论师里面哪一个的解释比较对，把他们汇集在一起，后来成为成唯识论。那你看成唯识论，那个是窥基啦、玄奘啊，那个在印度学了几十年哦，他看得清楚的。那底下的人他也没有这样学过。那你说玄奘用了，比如说玄奘用了十年把这个东西读懂，那你要那么又把十大论师汇集在一起，那你要把这个读懂又要几年？
你单单读这个唯识就要读几年？好，那你还不要说要修五重唯识观哦，先不要讲这个啊。你单单弄懂这个名相，你就要修几年？啊，然后你看后来又有疏钞啊，慧基的《成唯识论》疏钞啊，又有疏钞。那你看看读那个疏钞，你又要读几年？那你一辈子单单学一门，你就没办法。那我问你，你要从哪里得解脱？当然，你说那明白了就解脱，可是恐怕你这一辈子学到你要临命终，你都还没明白嘞。啊，那我们回头过来看，那佛陀怎么教这个佛弟子的？啊，他是怎么教？当时的人有这么多吗？当时的人呢，哪一个阿罗汉？我们现在就讲啊，当然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佛法有一点点不明确。所以靠这一些有可以让我们稍微理解明确，就好像，啊，大智度论，啊，那么是让我们厘清过去有哪些错误，不要跟过去的人走错误的路。其实它是这样的，论它就，比如大智度论，它就告诉你，那当时它重点就在告诉你，当时的这个佛弟子啊，这个部派的佛弟子，他只取法有这个概念。那么法有这个概念是会让你不得解脱的，所以他要用他们的方法，因为你要跟他们讲清楚，一定要用他们的方法嘛，啊，那么他们接受啊，确实是这样的，那么跟他们讲清楚，你不能有这样的观念，你不能有这样的认知，这样的观念跟认知会让你不得解脱，啊，所以要用当时的名相、当时的概念、当时的语言。啊，他们习惯接受的方法，去告诉他们，你这样讲，你这样说是不对的。那我们后来的研究者就变成啊，就又啊，把这个拿来变成我们学习的。那我们本来没有这样的错误，后来学习的变成也有这样的错误了，啊，就会有这种现象啊。这是我自己啊，这样学习佛后来发现到，大部分的人还是啊，会要不是落入就两边，要不是落入宗教的仪式跟形式当中。要不是落入义理的这个析辨啊，跟这个研究当中，那一样是两边，啊，一样是两边，啊，所以我们就说嘛，这个大智度论最权威的是谁？啊，比利时的神父兰莫特，他是最权威的。现在你看底下引用的都是引用兰莫特的，很多很多都是参见兰莫特啊，那他把每一个出处。啊，而且这个话里面讲了什么啊？他很清楚地告诉你了。他研究到他是权威，他甚至被斯里兰卡的僧团封给他一个类似像博士啊什么这样的一个学位，是唯一对于其他宗教人有封这样的，啊，就是一个尊称了，啊。但是他信佛吗？他也不信啊。信佛都不信啊，他修法吗？他根本就不可能修。他能得解脱吗？啊，也不能得解脱。啊，那现在的人如果比如说啊，我就跟兰莫特学，啊，他学完了呢，学完了也不是，他也不了，他能够这样一这样得解脱吗？那肯定也不能嘛。啊，好，那所以到了后期啊，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唯识基本上啊，后期的大圣唯识，因为在我们中国才有讲这个，不是在中国佛教里面才有这种嘛。啊，你到了藏传佛教也有啊，藏传佛教后期的也很偏重，南传的基本上就没有啊。那但是藏传佛教也不重唯识，藏传佛教现在大概就是以中观为主啊，应承派的中观为主。那么我们因为认为啊，就是佛法的最高档，佛法的最高层次啊，就是佛法中的贵族啦，就是所谓的大圣三系啊。我们现在有这种。其实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啊，你只要掌握了大圣三系，你就掌握佛法，啊，不是，绝对不是这样，啊，那么但是我们现在有这种错误的观念，啊，那因为它完全是后期佛教，那么依当时，啊，依当时，那么的这种环境，那么为了要让这些，啊，或是小圣或是外道，我们说部派了，啊，部派的那些只取有的人，那么用他的方法去告诉他的错误。啊，其实是这样子的，啊，你看舍利弗、目犍连、佛陀的那些大弟子，佛陀时代那么多大弟子，
几千个在家出家都证解脱，须菩提啊，那么莫逆夫人啊，甚至那些国王啊，那么都证出国恶果的，那么一般的人非常多啊。佛陀最初度的耶舍55人啊，那谁有这么复杂？没有这么复杂，但是他们都证果见道啊。那你再看看，那谁是啊？读了这么多论之后得解脱的啊？你再仔细想。那但是我们这个不代表我们这个不是说那我们不用读啊，读这些没有用，障道不是啊。我们读就好像你受持经典，但你不要只取这个经典，它就是解脱的根本，不是解脱的根本不是这一些东西，而是你能够从这个文字语言里面体会到无我，体会到那个真正的义理，而不是在这个文字语言的义理里面又产生很多的文字语言概念出来，不是这样子的。那正在这里只要在跟你讲这个道理，并不是从你所得知的义理里面你得知了它就解脱，不是这样子的啊，不是这样子的。它只是文字语言，只是一种方便世俗地的，它让你知道啊，后面就会讲啊，不就是佛法讲这个空啊，就比如说33页这里啊，那么佛法讲这个空，那么它只是要让你知道，那你又执着一个空了，那现在不是执着空，现在是执着这个法了啊。那这个是我看见大部分的人，那么一般比较用功的，那么比较努力读书的啊，那我们说比较聪明的，那么也会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早期研究佛教，就日本最厉害了，所以很多人，台湾很多人，以前的时代是日本人到中国留学生出家的那个僧啊，从宋朝啊，那么唐朝啊，南北朝大概就有了啊，就派人过来了啊，甚至你看来请那个鉴真大师啊，鉴真大师还对日本，哦，现在还发愿做他们的太子啊，弘扬佛法啊，就是说圣德太子啊。那么这个还派很多人来研究啊，那研究什么？研究天台啦，研究这些，所以成全日本的宗派嘛。那后来日本人的研究非常的，就是针对佛法的研究非常的维系啊，就有点像我们现在这样研究佛法这样。所以日本的佛教研究几乎是站在世界前面的，那早期都是研究中国佛教，后来研究巴黎的佛教啊，然后慢慢因为他研究非常有名嘛啊，你看他著作他出版非常的多啊，他是由那个僧团，就是他们的那个僧团，他们其实后来已经没有真正的，非常少有那种真正的出家人了啊，没有，他们也修行啊。那后来像台湾啊，那大部分就很多人都去留学嘛，就去日本留学嘛，啊，那也就是用这套方法，用这套方法。那因为大部分像在台湾比较有名的，都是很多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啊，比如说我们说法鼓山的慧明法师啊，啊，福远的后光法师啦，啊，大行法师啦，啊，其实还蛮多，我那个吴老哲啦，那基本上很多都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啊，那因为什么？因为他的研究是权威啊。但是你看日本佛教现在也有一点点生不生熟不熟的啊，那他们就是两边啊，在研究这一边他们仍然算是蛮厉害的啊，但是他们没有运用到一般的佛教里面，所以你看日本的真正的寺院又非常的迷信，又非常的迷信啊，然后那个都是还是仪式形式的啊。那但是日本的佛教研究现在偏偏慢慢走向那个，就是比较研究重巴利文的佛教了啊。那中国佛教已经好像暂时告一个段落了啊，以前就是以中国佛教为主嘛啊，然后慢慢了解到佛法的，就是佛教的一个演变啊。那现在像英国啦、欧洲啦，也开始研究所谓的巴利佛教，但又开始执着啊，认为巴利佛教才是佛法的根本。啊，其实不是，它就是同迭部的嘛，啊，但你会执着啊，因为要这个巴利佛教里面有讲的啊，才是对的。如果汉传佛教啊，跟这个南传佛教不一样的，那相信南传佛教，那这样也是错误的，啊，也是错误的。因为如果要真的照历史来说啊，
那么现在现存的同碟部的南传的巴利佛教并没有比汉传的阿含经还早啊，并没有啊。当然会说他会说完全是所谓的上座部的，但是并不是啊。你说这样说了就算，就是你是最早的就是最早的，不是，不是这样啊。它通常就是它都是文字语言，当然你可以做比对啊，比对里面你了解到说啊，那你互相像我们也要互相参考啊，啊这样这个因为比如说啊，这样这个大智度论，这个大智度论就牵涉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它的文字啊，鸠摩罗什在翻译的时候，很明显的同样一个词，它有不同的方法。啊，那他有时候翻这样，有时候翻那样啊，但是基本上啊，他梵语是同一个词啊，他有不同的方法。那比较没有那个严谨的规范了，玄奘就比较不会。但是因为玄奘是整个团队的，好。那但是我们第一个，这个是第一个啊，这个鸠摩罗什本身的问题啊，但是他又比较采意义啊，就是他意思对，他重点在意思对。啊，所以鸠摩罗什的很好读，那玄奘的就比较难读啊，因为他那个语法听起来就不对啊，不容易理解。那但是还有，因为我们现在传下来的东西，不一定是鸠摩罗什当时的东西。为什么啊？传抄啊，抄错了、啊、会抄错啊，啊，所以有很多版本啊。这个讲师看底下就有讲啊，哪一个版本写什么，哪一个版本写什么啊？你看他底下啊，比如说这个哪一个版本，公啊、史啊，这个都是版本啊。那宋朝的这个版本啊，那么它不同的字啊，但有人都会写错啊，所以你也不能够就这样就认定啊，这个就是。那就算他没有写错啊，他是当时的那个时代啊传下来的，那不一定就是事实，还不一定。比如说《大智论》里面讲到啊，他也把那个传说也带进来了啊，自己龙树也这么。也把那个传说带进来，比如说罗罗在耶稣陀罗肚子里面六年啊，那么但是这种观念，当然这种事啊不可能是事实啊，但是有这个传说啊，他把它带进来了，那我们就会觉得，如果我们认定说那龙树，因为我们认定龙树是八宗共主，他是出。不知道几地的菩萨啊，就大圣的说法啦，他好像是初地的菩萨还是几地的菩萨，反正他已经是圣者了啦啊。那么他说的不会错啊，那但是你不能这样讲啊，你这样讲你就会跟真理啊擦身而过啊。所以我们学习佛法，包括我们在研究这些佛法，我们读这些做什么啊？那并不是靠这些得解脱，但也并不是不需要这一些你就能得解脱。所以你要了解这个道理，就是说你不是靠这一些研究就可以得解脱的，但也不是不需要研究，不需要研究你怎么知道怎么修，你怎么知道哪个对哪个不对啊？那透过这一些让你更清楚，那你一定要掌握这样的方向，要不然久了之后你就变成一个研究者，一般我们叫做学者啊，一般说的学者，那这样的话其实会让你越走越远，会让你越久，然后你会执着你的宗派，你所认知的，啊，而不知道你唯一解脱的就是要不执着，但不执着不是愚痴相应的不执着啊，你什么都不执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所以你明白，但是你不能执着这一些。那么这里最主要也是告诉，因为印度就有这种习惯嘛，就辩论，啊，那所以你看那个。佛陀时代，佛陀还没成佛以前，印度就这样的了，啊，你看那个舍利弗的舅舅就知道了，摩诃俱赤了，啊，不只是他，啊，不只是他，所以他常常会把，在龙树那个时代还是很流行的，所以他常常会把这个彼此辩论的这样的情形，在阿含经里面很常见，在这个经籍里面有一大部分都在讲这个啊，你说的我的罪胜啊，阿含经里面也有讲。啊，唯此为真，余则虚妄啊，常常有这种事啊。那么这个都在讲到这个辩论的本身，以及辩论产生的副作用跟后遗症。但是不是说不需要辩论？不是的啊，佛法经得起辩论，但佛法的重点不在辩论啊。这个我们要知道了啊，因为我发现到很多人
学习佛法有时候会偏重在哦，那么那些义理的析辨上，啊，而不在于会脱离啦，脱离在哦，你懂什么道理，什么道理，但是脱离只是重在义理的析辨，但是没有重在你我见我爱，只取啊，爱取有取，这个取取就会有。那么包括对文字语言的执取都是来自于我见我爱的一部分啊，那你没有从这个地方去努力，你没有去关照到的话，那么你认为你是最有智慧的最聪明的，其实你是最愚昧的。他现在就在讲这个啊，如不见妄想尔时自当哑啊，你说我愚昧啊，你说又不依持戒得，持戒才得清净 啊又不依这个见闻得啊，就是 听法啊，然后思维啊，然后这个所见的所闻的啊，其实就是触啊，心所啊，眼界眼耳鼻舌身，眼视所生处，耳视所生处嘛，啊，就这一些嘛，啊，那你说又不依靠这一些，那又可以得进去，那要怎么得？那这样讲不是很无解吗？很愚昧吗？啊，不，愚昧的是你啊，你认为要依靠这个才愚昧。就好像说我们依文字，依文字般若，依般若经的说法，依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得实相般若。但是不是依文字就可以得实相，不是依文字就可以得实相，也不是依观照就可以得实相啊。但是你依文字起观照，那么你正确的，你趋向你跟明相应的，跟无我相应的，你就可以得实相啊。那但是你依文字起观照，你不跟无我相应，你跟我见我爱相应，你即使依文字起观照，你也不能证实相啊。其实在这里，那这个跟一般的人比较没有影响啊。一般的人就是啊，就是他就是修嘛，持戒嘛，然后啊念佛嘛，然后怎么样，那是对研究学问的人他就有很大的影响啊，就是专门在做义理分析研究的这一部分的啊。那因为他很容易落入那一种，比如说宗派思想也是这样哦，啊，他一宗一派，他认为《法华经》是最殊胜的，《华严经》是最殊胜的，是原教、原顿教，啊，那么认为这个四分律啊、持戒啊，一条一条细的持啊，是最殊胜的。你只要持戒，你就能得解脱，啊，持戒也不一定能得解脱。不持戒肯定不能解脱，但持戒也不一定能解脱，哈，啊，知道？那你我觉得修定就认为你要有定，有定才是有功夫，没有定就不要跟我讲啊，没有定啊，没有神通，你不要跟我讲你有功夫。一定可以得解脱，但不是有定就可以得解脱，啊，那么一样慧也是一样，慧就做研究嘛，啊，思维分别也一样，戒定慧不过都是解脱的方法而已。啊，没有他不能解脱，但不是有他就能解脱，不是的。他也终究有很重要的关键，啊，就是你要有跟正见相应的，正见正思维相应的，啊，而且要有出世间正见正思维相应的，那么你才有办法。那我们那么辛苦啊，那么用了那么多功夫在研究这个，我们到底要得到些什么？我们要明白些什么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啦。啊，不然你就是把大智度论研究到比那个南摩陀还厉害，那你也不过就是另外一个神父而已啊，对不对？啊，那当然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师父啦，啊，像神父一样的师父啦啊。那所以我们稍微要把这个道理稍微想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因为做，如果尤其是学习佛法的人啊，如果没有先弄出这个观点，你当然你会很努力啊，去学很多，学很多，学很多。啊，那么但是你会发现到，当你学的越多的时候，你的我慢心，你的我执，你的我取，啊，就越多，啊，那你会坚定的认为，当然，即使是佛也知道谁是邪见，谁是正见，啊，这样说是对，这样说是不对，佛也分别啊，啊，但没有那一种，他分别没有，他分别是这个以。没有那种爱症，没有那种烦恼的。那我们大部分的人啊，那么在这一部分会起烦恼，就好像持戒，持到最后，因为他逼迫身心嘛，
那你研究也会逼迫身心哦，啊，也会哦，啊，那么他持戒持到最后会看到没持戒的人，他心不欢喜，然后就会觉得这些人未来都要堕三恶道，啊，只有就变成开始举世皆浊我独清了，啊，这样的观念，那这样的观念其实恰巧是一种比较严重的我执、我慢，啊，那我爱啊，我见啊，我见我爱我慢我痴啊。那反而离解脱更远了，反而，而且执着一定要这样，啊，比如说我只是举个例了啊，比如说佛说要手受啊，这我们讲过，要亲手拿给你。那我们研究过嘛啊，这个手受是怎么来的？手受是这个人家在祭拜那个天神，祭拜祖先啊，那么这个比丘去了啊，那么自己跟人家拿了啊，啊后来啊人家就积险了啊，我只要给你这个东西，我没有那个也要给你，你把那个也拿走了。我只要给你两个，你拿了三个啊，所以开始人家就积险了。那佛祖就开始自戒，啊，那么以后必须人家亲手拿给你，啊，人家亲手拿给你才是人家供养你的，不会有后嘛，你拿给我的啊，啊，我们不要自己拿。所以手受是那个施主亲手给你授予你，好，好，那到了后来我们现在。因为以前佛陀时代只有托钵，不然就应供嘛，都是人家准备的嘛。现在我们是自己准备。那准备了呢？因为有这条戒，所以要怎么样？要请一个在家居士来，啊，你摸着手说，你这个受给我，受给我啊，我受，我接受啊，我就吃了。可是那个施主亲手给你，他又不是施主，这是我的东西呢。那你说你就把那个东西送给我吃，供养我吃，对不对？我们就后来变成这样啊。可是。他没有这样做，他觉得他佛陀有这样教要受啊，可是佛陀这样教的意义是，你去托钵，你去应供，人家拿给你的，是人家端给你的，那么这个就是给你吃的，他是施主啊，他要给你多少，他已经给你的嘛。可是现在这个都是你自己买的，自己煮的，你还要叫一个居士来说，哦，这个我送给你吃，我供养你，嗯，可是他又不是他不施的，对不对？可是现在戒律道场他就要这样做啊。啊，像三衣要不离身，但是你就有穿这个长衫啊，那你就带一件七衣，那其他两衣呢，做一个衣带背着，对不对？那可是佛陀为什么做三衣，就沾件衣不能多，方便，不会有障碍，不会你西家带眷带的很多东西有的没有的，那你现在为了要三衣不离身，你反而违反了佛陀那种比较就是少欲知足，而且就是简单，你去到哪里就这样整个人。你在哪里，你的财产就在哪里，就这样而已。反他说是他要你少欲知足，没有挂碍。可是你现在又有挂碍了，你要背做，还要做一个衣钵带嘛，背着嘛，对不对？要不然你犯戒啊。好，我们只是举例，我们没有批评说这个持戒的人哦，啊，就是说，因为你只取了这个东西，所以你就认为非得这样做不行。你不这样做，你就不清净。可是我们现在看，你这样做清净了吗？没有啊，没有啊。好，那一样哦，因为不起会起烦恼嘛。别人不这样做，你会别人不清净嘛。可是佛为什么要治这个戒？好啊，一样，这个道理也一样哦。这个文字语言也一样哦。那讲这个的目的是做什么？好，那我们要把这个东西弄清楚了。那没有的话，你就算持戒啦、修定啦、啊，那么研究经典啦，一样，啊。啊，所以你就算把大智论都摸透了、摸熟了，比他摸得还厉害，那又怎么样？你还不是凡夫一个，你还不是烦恼具足，啊？那所以我们学习佛法的核心在哪里？目的在哪里？啊，那这个一定要先认知，啊，不然久了，啊，那么你又会开始走向啊六派哲学那一派，啊，你只是第七派，啊，第七派。啊，如果你重仪式形式啊，那你就是六师外道另外一道第七道啊，那就变成这样而已嘛，啊，那常常会有这种事 啊，所以我们还是啊，我们稍微做叮咛一下。好，我们往底下看。所以他说：“我法真实，于法虚妄语。”啊，这个在《阿含经》里面也常常有啊，“唯此为真，余则虚妄。”啊，都这样讲。啊，你常常会看见这个啦，不过都是放在比较前面也有，后面就是跟居士跟外道讲的啊。那么我法第一，于法不实，是为斗真本。
这个在经济里面也有讲啊，大概在八四啊，也是八四二到八四五里面都在讲这个了啊。那么这个是说，我不认为自己那不认为自己优于别人，也不因自己所见所想而骄傲。那么这样的人啊，他不会去跟别人争论，就是说他的我见我爱，他即使知道别人是错的。因为佛陀也不是说无分别，不是说哦，这个提婆达多跟舍利弗没有分别，不是。提婆达多是愚痴的啊，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的啊。与提婆达多是名闻利养所捆绑，愚痴的，他不是无闻，但是他愚痴。佛法当然讲愚痴无闻凡夫，可是提婆达多是多闻的，他是有闻正法的，但是他不如理思维，所以他也是愚痴的。啊，那佛陀不是不分别，佛陀知道啊，但是佛陀不会憎恨提婆达多，不会因为提婆达多起烦恼，啊，也不会因为舍利弗起烦恼，起烦恼就是哇，我这个弟子太好了，太殊胜了啊，他很欢喜，很喜欢啊，不是，啊，他也不会因为这样特别爱舍利弗，也不会因为提婆达多这样特别讨厌提婆达多，啊，不会，啊，那么这个就是跟无我相应的。啊，那气是这样的。好，那因为这样啊，他不会去跟别人争论，他也不会因为自己掌握了政见就特别骄傲，啊，也不会这样。他只是对于他所理解的佛法有欢喜，他欢喜于这样的正法，但是他不会讨厌没有这样正法的人。啊，其实这个是这样，啊，他也不会厌恶。啊，那些邪见邪道的众生不会，他不起厌恶心，他只是起怜悯心。啊，那这样的啊，所以他也不会去跟人家争论，就是要争个输赢嘛。争论就是我要让你知道我比你优秀，我的才是对的，你的是错的。啊，佛陀如果要让人家知道什么是对的，他不是用这种心，他只是觉得你这样不知道很可怜。啊，那如果你知道了，对你的生命是很好的，很有提升的作用。它不是一定要你知道，但是如果有方法，有因缘，他希望你知道，啊，他只是这样。那你如果你不但不接受，你还要跟他辩论，还要跟他怎么样？然后他会看你的因缘成不成熟，成熟了啊，他会利用用你的方法，像他度摩诃居士罗也是这样啊，啊。他会用你的方法去让你知道真理在哪里，你应该这样比较好。如果没有，他就不讲，他就默然，他也不会去跟你辩论，因为辩赢了你也没有意义，他没有得到什么，你反而会失落什么啊？他如果要跟你辩论啊，他是希望你认识真理啊，他并不是要告诉你我拥有真理，你没有啊，你输给我啊，没有这种输赢的心，所以他讲啊，这个是什么斗争本啊？那真正有智慧的，不会一直去跟人家辩论啊，但是他也不是不辩论，他会看这个人，那么我跟他讲，对他有没有利益？所以佛陀一开始为什么不说法？我来跟世间人讲这个，世间人能不能得利益啊？他要考量，他不是因为我掌握了真理啊，就拿一把剑到处去砍人啊，不会这样。啊，所以今如是义，你看现在的如是，他现在讲到最后一点啊，就是如是我们的如是最后一点，就是无真法啊，无真法啊，那须菩提无真三昧啊，那么一样啊，你像啊，那里面讲到佛陀从倒立天下来去度母亲嘛，啊，讲了三个月，那目犍连去请他下来，那佛陀说好，那我几天哦。啊，然后在哪一个地方，啊，要下来啊？很多人就去迎接，啊，那莲花社神通第一，啊，那么他就讲，我一定要走第一，啊，那时候莲花社不晓得已经证阿罗汉了没有，不知道了，啊，那但是证阿罗汉的人应该也不会这样想了，啊，那时候他可能因为莲花社是神通第一的，但是他那个时候可能还没证阿罗汉，证阿罗汉不会有争第一的心。不会有，他应该是后来才证阿罗汉的了啊，但是他应该得神通在前面啊，
假设了啊，因为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定他，但是一般来讲，证阿罗汉的人不会有争第一的心啊，因为所有的阿罗汉在他看来都是第一，没有谁。然后他也不会像，也不会有那种情绪性的反应。像佛陀入灭，阿罗汉是不会哭的，出国二国三国会哭到很伤心啊。那这个莲花社比丘尼要去争第一，须菩提本来也想去，要去接佛，他说我与其去接佛啊，那不如啊，到不如啊，我在这里啊修这个佛教给我的这个空观啊，那么去证知无我啊。那像须菩提要去托钵啊，他会想我今天走这条路，他无争三昧人中最为第一嘛，那慈心，我走这一条路有没有遇见我不高兴的人？如果有，我今天就不走这条路了，我走另外一条路去托钵。如果每一条路都有遇见我不高兴的人，那我今天就不去托钵了，啊，他不希望跟人家有这种恶缘了，啊，不要跟人家，因为即使人家心里面对他有憎恨，啊，甚至要跟他要看见他不欢喜啊，他都尽量啊护念这些人啊，这个就是他的那一种。三昧叫做无争三昧嘛，啊，那基本上是非常大的那种慈心的。好，那这里啊，他说如是无正法啊，无有啊，不须正。那为什么要这么讲？因为即使在龙树那个时代一样啊，那么到后来都一样，这印度习惯性的这种辩论了。那中国其实也有，但是后来没有发展，儒家不重这个东西，道家更不重视啊。那庄子有一点点这个辩论的这个技巧也很厉害啊，庄子跟惠子嘛，然后也很有名的啊。然后以前的诸子百家里面有一个啊，白马非马的啊，坚持非坚的啊，那个也是很重逻辑辩论的啊。但是这一套在中国没有发展啊，没有发展，但是印度就发展得很快，西藏发展得很快啊。那他说闻他所说，说人无咎啊。那么以是故啊。那么诸佛经初称如是啊，那略说如是义。好，那这里啊，我们下课先讲到如是我闻。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那如是我闻的如是解释了啊，接着解释我。那么龙树在解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有三十卷。那么它前面哈、哦、是一个字一个字解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啊，就是那这样一个字一个字解释，那么而且解释的非常详细啊。那你看看这个单单如是啊，然后一时啊，反正这个一个一个字解释。那我闻，那他先解释我啊，他先解释这个我，然后后面再解释这个一啊一时啊，如是我闻嘛，如是我闻啊一时啊。那解释的很详细，那我们先来看，那这个就是论的特性了。那龙树不只是在解释经义，不只是，他透过这样的解释，让大家明白更多的佛法。啊，如果只是要解释，那很简单啊，如是我闻，我跟阿难说，我曾经听佛这么说，就这样就好了，就这个就简单啊。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当时的这个思想也是蛮复杂的啊，各个部派。然后他借由这个讲这个经的机会，告诉大家很多的道理，其实是这样，啊，所以他不一定是重点，不是在把这个经讲完，让大家知道明白这个经的道理而已，不是，当然也是，但是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明白佛法的道理，借由这部经，让大家明白整个佛法的道理，其实是这样子的。那我们也是用龙树的这样的方法啊来讲大智度论，啊，那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啊。那现在讲到啊，如是已经讲完了，那么讲我闻啊，讲这个我啊，后面还会讲闻啊。那一般我们基本上就是啊，阿难说我是亲自听佛这样说的啊。那好，那先讲这个我，一般若经里面讲到了。就是提到了印度人习惯啊，对我的十六种分类。那印度人的名字都很多，包括佛有很多的名字，但是我们基本上就是佛之外，另外有十号。那梵天也有几千个名字啊，但是也只有用几个名字啊，非常非常多。他这种明眼的东西，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说法。那其实就是从不同的角度上去说了这个概念。那我啊，通常啊。那比如说，我们说有业报而无受者，或是有业报而无作者，啊，受者作者，啊，那么也是有造业的，有造业没有造业的人，但是也没有受报的人，就是有造业这件事，但是没有真正造业的人，也有受果报这件事，后面就会讲到这个，有受果报这件事，但是没有真正受果报的人，啊，那么他就有所谓的作者、受者，好，那么这些。我人众生受者命者啊，有时候讲受者命者。那其实啊，《金刚经》习惯用的说法就是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啊。那有些把寿命合在一起啊，那其实受者跟命者不一样。好，那这个知者、见者、生者、养者、众数啊。咒者是咒，这个龙树不知道第几卷里面也有解释到这个啊，我们后面再来说。但是先让大家知道，这个都是我的一个概念，好，都是我的概念啊，跟我是同名的啊，意涵是一样的。那一般来讲到我们讲到这个我的话啊，阿含经里面常见的就是离两边啊，即运我跟离运我啊，那即运离运啊，实际上是从五蕴说啊，从五蕴说，这个五蕴身心就是我。啊，离开这个无蕴身心，有另外一个我。那这个无蕴身心是我，就是断见。啊，就是断见。这个离开无蕴身心有一个我，就是常见。啊，那非常非断啊，基本上才能解脱。好，那佛法来讲里面啊，大概有分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啊缘起啊依世间啊，那缘起和合的我，那缘起的啊就五蕴六处六界。啊，偏重心理讲，偏重生理讲，偏重物理讲，那么把这个我分析成啊这些聚合的，啊聚合的，啊那么基本上这个是从缘起来讲啊这个我啊这五蕴六路六处六界合啊，然后有这个我有这个我相，好，那么佛法要解决的就是说，
除了这个断面的我，那这个是常见，这个是常见。啊，那常见是最多的，常见是最多的，断见也有啊，但断见的影响力比较没那么多，因为宗教大部分都是希求来生的啊。那我们一般讲神我、梵我、灵魂啊、自我啊这些，这个基本有一个不变的自信就是不变，不是缘起的。缘起就是无自信的，有自信就不是缘起的。它重点就这两个而已啊，就是在《般若经》里面也都强调这个。那后来就后来把这个重点移到法，法性、法的自信啊，所以无苦集灭道，无自亦无得啊，那无有法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类似像这样。好，那么所以这个我的概念啊，基本上第一个啊，佛法讲的就是这个啊，蕴处界缘起的我。那么他要破斥的，尤其是《般若经》，他要解决的就是神我、梵我、灵魂、自这个自性我，主要在这里。啊，那断灭的也有，但是断灭的比较不常见。啊，这个基本上是离蕴我的一部分。啊，那但是婆罗门早期的婆罗门，另外有一个，我即是蕴，蕴即是我，不依不异啊，那么常在啊，那当然这个也是在常见的我里面，常见里面。那大概现在我们先理解这个所谓的我啊，那佛法是所谓的缘起我，那外道是所谓的自性我，那中这个般若经强调的就是缘起就无自性，所以它不可能有这个东西啊。但是般若经的重点不是放在我，放在法啊，我空法空啊，那没有那一个法，没有那一个自性的法。即使是空也一样，啊，即使是涅槃也一样，啊，没有那一个，没有那个实在的那个法，啊，好，那这个我们稍微知道一下，就讲到如是我闻。好，那现在来看，他说，啊，我者今当说啊，现在说我，问曰：若佛法中言一切法空。假设佛法，假设佛法说一切法空，一切无有无我，就一切法无我了啊。一般我们讲一切法无我，一切法空其实就是一切法无我的意思。原来了啊，原来是这样。后来就是因为我的定义改变了，我就是这个我而已啊。后来我定义稍微改变，我就是以自性为主的，所以我是没有的，但是法是有自性的。我没有自信，但法有自信，啊，所以后来就不讲一切法无我，讲一切法空，啊，空就包括人无我跟法无我，啊，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啊，那佛陀时代比较没有所谓这样的问题，啊，但这样的观念其实是《阿含经》里面就有了，啊，第一义空经啦，啊，这些啊，他就有讲这样的。好，那既然说一切无有无我，一切无我。你都说一切无我了，一切法无我了，那你还说如是我闻？那不是？你都说无我了，你还说这个如是我闻？那不是有我？那有些还会讲，那释迦牟尼佛证得无我，他为什么还会跟弟子说，我过去啊，在燃灯佛的时代啊，我过去在迦摄佛的时代啊，我过去怎么样？啊，那他不是有我吗？啊，那也有这个问题啊，啊，那你都证无我了，为什么你还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我的爸爸是谁？我的妈妈是谁？释迦佛也讲啊，啊，阿难啊，啊，我也是父母生的啊，我的爸爸啊叫做净饭啊，我的妈妈啊是摩耶啊，那你还不是有我所吗？啊，不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来看。他说：“第一个啊，他这里从三点来讲啊，讲的没有那么多了啊。你看这个如是讲了七点啊，那这里从三点来讲，第一个，佛弟子辈虽知无我，随世俗法说我，并不是讲真正那个我，不然要怎么讲啊？那你说一切语言都是假名施色，好，那我要说你把奇异笔，把红色的奇异笔拿过来，那它不是假名施色吗？你为什么要给它一个名字？”啊，那不然我要怎么讲？我要叫你拿水来，我要过那个水拿过来，啊，那你说好，那你不要用
你不要用水啊，用台语讲啊，用你搞水起来啊，还不是一样？那我要怎么讲？我用比的也是一种语言啊，啊，你也是一种语言啊，啊，那所以它基本上它只是随世俗的，我们就假名施舍，但是随世俗的，假名施舍的，所以随世俗法说我，非实我。他讲这个我并不是真的，他认为有一个我，但是为了让你知道，啊，他为了让你知道，那所以他必须要这么讲，啊，那么譬如啊，他举个例子，啊，譬如以金钱买铜钱，啊，那以前的金钱也是那个做的啦，啊，就是这里的金钱就是用黄金呐，啊，那这个钱啊，以前有银币嘛，有金币嘛，啊，有金做的钱。银做的钱跟铜做的钱，以前有这三个，那金是最多的嘛？金是最多，就你用，我们现在讲就是你一千用一千块去换一百块啦，你用一千块去换十张一百块嘛，啊，那你用，因为你黄金那么大啊，你买东西要用小钱啊，啊，那以金钱买铜钱，人无孝者，啊，那你虽然证无我，但是你说有我，那他不是真的执着有我，因为就是。啊，你就接受这个啊，所以我就用这个铜钱来给你买啊，啊，何以故？卖买法应耳，啊，就是说一个要卖，一个要买，那要用你认同的货币啊，啊，你这个在我们这里就不叫做钱啊，你那里就不能拿来钱啊，拿钱来买啊，那现在我要跟你说，那么我必须要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来跟你说，你才懂吗？啊，就好像你就用这个钱啊，我要用这个钱，你才接受啊，啊，言我者亦如是，于无我法中而说我，他证无我，但是他为了让你明白啊，就好像西方人啊，他水不叫水，他叫水叫做 water 啊，那么他来这里不能，你去跟那个乡下买水，我说我要买一瓶 water， 人家知道你要买什么东西啊，你要买苹果，你要说苹果啊。那你来这里说我要买 Apple， 那人家哪里知道你要买什么东西啊？他都听不懂你的话啊。那我现在我不用我来跟你讲，你怎么知道？你不知道啊啊！所以这个叫卖买法嘛，卖法嘛啊。那么以我法中而说我，随世俗故不应滥啊。所以你到美国要美国的话啊，除非他听得你中文啊，他听不懂，那你必须要用他的话啊。那么你来这个世间要用这个世间听得懂的话，世俗人听得懂的话，要不然。他没有办法跟你讲啊，没办法跟你沟通啊，啊，要不然你就是像天，到天界有一些他不用语言的，他不用语，他用心念沟通就好了，哦，那就可以了。那世间人是要语言啊，要不然怎么讲啊？天，所以他这里讲如《天问经》，那《天问经》里，《天问经》它注底下有注解啊，就是杂含五八一经，就是有一个天人啊，有一个天人下来问啊，问佛。啊，他说有罗汉比丘，诸肉已涌尽，于最后身边能言无我法，无我佛。啊，佛回答说：有罗汉比丘，诸肉已涌尽，于最后边身能言有无我。啊，这简单讲就是有一个阿罗汉，假设已经证了阿罗汉的人，他已经断尽一切烦恼了。啊，最重要的就是我见我爱嘛，把我见我爱都断掉了嘛。啊，那么在这最后一生啊，就是他已经断了，所以。最后变身就是这一生是他最后一生了，这一生是他最后一生了，没有下一生了。为什么啊？就断了轮回了，没有下一生了。我生已尽了嘛，犯恨以力所作一棒，不受后有啊，那不会再生，但是还会再死一次。现在活着嘛，还会再死一次嘛啊？但生跟有必有死啊，那死后就不再生了，死后就不再生，所以不受后有。那么这是最后生啊，那。那他会讲有我吗？啊，那佛就回答他，啊，他可能这些天人可能去供养阿罗汉啊，那么他可能听见阿罗汉这么说啊，说我不需要这么多啊，那我已经吃饱了啊，我不接受供养，或是说我等一下要打坐了啊，他还是讲有我，我什么我什么啊，所以他可能会有疑问了，所以他来问佛。那么证了阿罗汉的人会讲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吗？啊，佛陀回答说，证了阿罗汉，即使证了阿罗汉的人也会讲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啊？那不要说这佛陀也讲啊，啊，他我
我过去生怎样怎样怎样啊，我迦叶佛时代怎样怎样，我燃灯佛的时代怎样怎样怎样啊，那我的爸爸是谁，我的妈妈是谁啊，那么像琉璃王要去杀释迦主啊啊，那么释迦佛啊，那么就坐在那个没有树荫的底下，在路边有一个没有树的底下，就坐在那里。那琉璃王就说：“世尊，你怎么不到有树荫的底下去？”他就说：“青竹就是我的庇荫，也是讲我啊，甚至这个佛一成佛的时候啊，我们讲走七步啊，那天上天下唯我独尊，那不是来讲我啊，但是。”啊，他这个我不是我们那个我啊，不一样。他这个我只是缘起我，我们说过是缘起我，啊，缘起我，啊，他说的就是依世俗所说的缘起我，他不是这个自信我。但是我们是这个自信我啊，那所以他是不一样的。好，那天问经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跟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啦，但是他。他阿含经里面他是这样写啊，所以我们就写出来给大家参考。有罗汉比丘，若罗汉比丘自所作宇宙啊，就所作一半了 啊，就烦恼都断尽了啦。他要办的就是断烦恼嘛，啊，他要办的就是断烦恼。一般来讲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这是断烦恼，一切诸漏诸烦恼都尽了啊。那一般阿含经会说啊，超越就是一切漏，一切烦恼都尽。如果你断烦恼，啊，一般叫调伏嘛，调伏欲贪，断欲贪，啊，阿含经常常有这三个层次，调伏，啊，调伏欲贪，那欲贪就是烦恼的根本，欲贪一定从无明来，啊，欲贪一定从无明来，有无明一定会有欲贪，啊，好，那他以这个为代表，啊，欲调伏欲贪，断欲贪，断欲贪。然后他会讲超越欲贪，越欲贪，啊，断除欲贪，越啊，或超越欲贪。那断，你断三劫也是断啊。那你还没，你只要有断烦恼，他就是圣者。出果到三果都有断，但是阿罗汉才能超越。超越就是再没有任何烦恼了，一丝不挂了，啊，就是一切叫做断一切烦恼。一切烦恼尽，他是断一切烦恼，就是他不再受任何烦恼的束缚，叫做超越。这超越就超越生死啊，啊，那么超越欲贪就超越生死，那阿罗汉才有办法一切诸漏尽，出果、二果、三果的都还没有，啊，但是他也有断烦恼，但不是断一切烦恼啊，这个有差别。那么所以他是最后生、后边生，啊，这里也是讲啊，他这里讲是最后，他这里说的是啊。那么于最后边生啊，于最后边生，那他说此，那就是他这一次他证了阿罗汉之后，啊，他会不会说啊，我什么我什么，即说言有我，即说我所否，啊，他会不会说我所啊，我的什么我的什么啊？那佛陀走到可走到累了，他跟阿难讲，阿难，修在。啊，那我要休息啊，就休息了啊。你帮我把那个什么，帮我把那个尼斯坦叠好啊。他要做枕头，要躺下来了啊，一样啊。阿难，你帮我拿，你去帮我要一些水来，也一样啊。那我所啊也讲啊，即使佛也会讲啊。那佛是阿罗汉嘛？好，啊，佛就回答：若罗汉比丘自所作一座啊，就所作一半了 啊。那么一切诸漏尽，此此后边生，正复说有我。即我所，就算他有说我所，也没有过失，无咎，啊，那这里说的是一样啊，但是这个是杂含啊，杂含五八一经里面说的，好，它叫做天问经啊，那天问都是度天人的这一边，基本上放在杂含的最后面，啊，放在杂含的最后面，那杂含前面就是讲运相应、处相应、五运六处。然后缘起四谛六界，然后三十七道品，这四大部分啊，五蕴颂就讲五蕴无我，六处颂讲六处无我，十二处无我啊，其实十二处无我一般就叫一切法无我啊，十二处无我，然后讲缘起四谛六界啊，这个都放在所谓的杂音颂里面啊，因为比较多叫杂音颂，
另外一个，这三个都是在讲无我的，缘起无我啊，那就是运处界无我跟缘起无我啊，基本上是放在一杂案经来讲，一杂案经来讲啊，放在第一、第二、第三，所以这个是核心，这个是核心啊。那么之后啊，那么抢三十七道品啊，如果你那个解脱善根不成熟，那么你必须要从戒定慧开始修，那么甚至从信境念定慧开始修啊，这样啊，那你才能够解脱善根成熟。那解脱善根成熟的人啊，他基本上只要观无我就可以证无我了啊，不用研究那么多啊，他只要观无我就可以证无我了啊。那佛陀时代大多数这种人，大多数这种人啊，像舍利弗、目犍连，他都还没见佛，就听到缘起偈，他就证出果了啊。那很多在须菩提长者也是一样啊，他从这个舍卫城来到王舍城，他朋友家，只是跟着他朋友一起去参加佛陀的，他们去供养佛陀嘛。他听佛说法之后就证出果了，啊，就证出果了，啊，然后他只要稍微啊正观，他也没有定，啊，他也那时候他也没有受戒，啊，但是他那个时候就解脱三根成熟嘛，他就证出果了，啊，他证出果之后非常的发心，啊，就甚至啊，这经典里面讲，那么只要在他家里面的人，那么他都会让他就是在家里往生的人都会让他升天。那升天不是说哦，那有人往生要请佛来开示啊、助念啊，啊，请佛弟子来回向啊，不是这样，啊，那来诵经回向啊，不是这样，而是这个人只要在他家里面只要有女人怀孕，他一定叫他要皈依三宝，为了你的孩子，你要皈依三宝。那么等到孩子长大，他有就是有知道的时候，他也会让那个孩子跟他讲，让他皈依三宝。那皈依三宝不是名义上的皈依三宝，而是真正向佛学习，啊，要持戒，而且要受五戒。然后假设有人要来他家做工，他也会要求你必须要皈依三宝，要学佛，要持五戒，要不然我不请你，因为他家很多工啊，而且待遇很好啊，啊，你必须。那如果他想要去买那个佣人，因为印度有那个奴隶买卖嘛，他会说好，你到我家来做工，你做我家的佣人，其实就是你做我家的工人了，啊。那就好像我们现在啊，要请人家来照顾父母啦，有那个菲律宾的啦、泰国的佣人会做工啦啊。他说你，因为他们待遇比较好，你在我家来做工人，但是我会给你比较好的待遇，但是有一个条件，你要学佛，要皈依三宝，而且要持五戒，要我就带你回去，不要啊，你就跟别人。啊，你看这个西菩提啊，然后就要求，而且要他们啊，会教他们布施，他每次去布施的时候。然后他去供养佛的时候，他都希望啊，所有跟他在一起的人，在他周围的人，那么都能够啊，那么相信佛法，学习佛法，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他后来因为每一个人都照他说的做，那么所以他就很有自信的说，只要在我家往生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升天。啊，并不是因为他回向给他，不是，而是他教导他们这样做，像他们这样做，啊。那其实这个就是说，他从佛法中得到了利益了。好，那这个阿罗汉啊，我们现在这里讲啊，他讲我所，但是须菩提他已经断生见了，正出果基本上就断生见了啊。那但是他虽然断生见，他还没有真正去掉啊所有的烦恼啊，他一样有贪嗔痴哦，出果还有贪嗔痴啊，但是他没有那一种。没有那一种一般人的那一种自私的啊，没有啊，但是他真心为大家好，好。这里这个也是讲到啊，都在最后面讲到度佛度这些天人啊，度这些居士啦 啊， 好，那我们往底下看啊，所以他说，就算这个阿罗汉讲了我所，那么基本上啊，那其实是没有什么过患的。因为它是随世俗说的，随世俗的语言，啊，就好像啊，简单来讲，啊，我们说台湾把这个马铃薯，啊，大陆把马铃薯叫土豆，台湾把花生叫土豆。好，那么你去大陆了，你跟台湾人一起去大陆了，你看见马铃薯，你说啊，既跟我买几个土豆，
那台湾一样的台湾，你跟你讲，哎，这个你怎么叫它土豆？这个应该叫花生啊。台湾都把这个叫花生，没有错。台湾把，那台湾不把这个叫土豆，台湾土豆是花生，你怎么会说买土豆呢？你不是要买马铃薯，你应该说马铃薯才对，不对？因为你讲买马铃薯，人家听不懂，你要讲他们听得懂的。你到这里，你就要把这个叫做土豆，啊，那你到台湾，你不能买花生，你说要买土，你就要买说买土豆。啊，那你不能说买其他的啊，那么一样的，这谁世俗说的，没有救。那你说一个台湾人跟你一起去，你讲错了，这个不叫做土豆，土豆是花生，不是，你这样是没有意义的，你知道吗？啊，问题是我要买那个东西，不然你告诉我怎么讲，啊，那你去买了，没有人听得懂你在讲什么，所以随世俗来言说，啊，他会讲我所，啊，这个是没有过失的。所以说世界法中说我世俗法，啊，世界法就是世俗地里面，啊，讲的非第一义，对第一实义中说，啊，就世俗地跟第一义，这个是就世俗地说的，它不是第一义中说的。以是故诸法空无我，世界法就世俗法了，世俗地虽说我无咎，啊，没有过失，啊，说我所无咎，咎就是过失啊，这样讲是没有过失的。你说阿罗汉会说我跟我所吗？会。他这样讲，他不是无我吗？他讲我所，那这样会让人家误会吗？不会。他本来就是要这样讲，不然怎么讲？啊，好，第二个，啊，第二个，我们讲世界语言，就是这个世界就是世俗了，啊，世俗地的世界中啊，就世俗语言有三个根本，啊，三种根本。那这个我们比较可能看起来会比较不懂啊。第一个邪见，第二个慢。第三个名字，名字就是名词文字啊，名词跟文字这个是语言嘛，那一般讲声音嘛，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讲话，这是一种语言啊，它是一种名字啊，它有所谓的声音像言语像啊。但是邪见跟慢是什么呢？啊，我们先看后面再来讲啊，就是，说是两种不见，一种见，有两种是不见，就是有烦恼的杂染相应的，一种是没有，跟因为它就是单纯就是声音，单纯是声音跟什么？跟文字。你说这，你说这个脏这个字，臭这个字，它也不是臭啊，它只是在形容这个现象，它也不是就臭啊，对不对？啊，你看到这个臭贴在那里，你会闻到臭的味道吗？你把脏字贴在那里，跟把清净的净贴在那里，两个字，那个净就比较清净，那个脏就比较脏吗？没有，它没有。他没有这种没有清不清净的问题啊，但是他基本上这里讲说一种净啊，就是说没有杂染的问题。那这个邪见跟慢是什么呢？其实他说语言就是一种概念，它叫做内在的语言。那如果是声音文字这种叫做外在的语言，我们表示出来的，我们没有表示出来，比如说我心里面在想什么啊，那个是一种内在语言。那种内在语言也是语言，就是我们心里面想的，我们把它表达出来，那个叫做名字文字嘛，声音文字嘛，语言文字嘛，语言文字啊，这叫名字。好，他所以说一切凡人有三种，其实就包括内在的语言跟外在的语言啊，表示出来的跟没有表示出来的。你里面这边想这边讲，你里面那样想，你里面那样想那样思维，那也是一种语言。那么，一个就是邪就是邪见啊，慢是我慢，啊，那么邪见就是你就认为，哎，这个这样是不对的啊，然后这样才是对的啊，那你执着啊，比如说六识外道里面，啊，它有种种的邪见，啊，六十二见有种种的邪见，啊，无因论啊，宿命论啊，啊，断灭论啊，啊，非常非常。苦行离系论啊，非常非常多的这种错误的观念啊，那即运我啦，离运我啦，常见啊，断见啊，边见啊，世间有边无边啊，啊，种种，那这是一种啊，这邪见其实邪见一般来讲啊，包含一切的错误的观念，一般把邪见啊，就包含的所谓的五见啊，五历史啊，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见、取见。其实是包含在里面。那如果要只是单单讲邪见的话，就是去掉身见、边见、见取见跟戒见取见，
那么一切外道所说的啊，这些论点啊，那么无因论啊，那么这个断面的论啊，没有善，没有恶，没有业，没有报啊，没有善恶，没有业报，就四种正见嘛啊，就有善有恶有业有报啊，有凡夫有圣人，有凡有圣啊，那么有过去有未来啊，那有过去有未来就不是断面啊，那么有凡有圣啊，那有些外道就讲没有。啊，那这种如果跟把其他五见，他如果在五见里面，那么邪见就指这个，啊，不正见，啊，如果没有特别说的话，基本上啊，部派里面把它分嘛，邪见就是指一切的，包括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禁取见，啊，这一些，啊，那这里有个慢啊，慢其实就是我慢，啊，我慢是一种，也是一种，它是一种我见啊，那么它是怎么样啊？它内在语言就是。他瞧不起那个人，我比你优秀，啊，我比你不如啊。慢主要有三种嘛，啊，那么就是我比你高，我比你优秀，啊，你不如我，啊，你比我优秀，我不如你，啊，我跟你一样优秀，我跟你一样不好，啊，类似像这样的。那么这种啊都是慢，那个都是内在语言，啊，他没有说出来而已，他没有说出来而已，啊，那么他的观念啊，他的那种心声的啊，他的那种看法。那么他没有说出来，但是也是一种语言啊，所以他说一切人有三种语言，那他把它说出来了啊，那又是那就是我们说的语言名字啊，名字语言。那他这里有分啊，他说见道学人有两种，慢跟名字啊，他没有邪见了，但是他还有慢，为什么？正出国二国都还有我慢呢，啊，啊，三国都还有啊，到阿罗汉才把我慢断尽，维系的我慢断尽啊，那。出国、二国、三国都还有，啊，出国断三结而已嘛，断我见，啊，就是断这个邪见，啊，那他没有戒禁取，没有疑，戒禁取就是一种邪见，邪见里面，啊，那么他没有了，但是他还有贪嗔痴，他还有具生我执还没断，啊，那我慢，所以阿罗汉到三国把这个色贪、无色贪、调举慢我慢。无明断掉了，啊，具生我执断掉了，那么他才证阿罗汉，啊，所以阿罗汉才把我慢断掉，所以他说见道学人，那阿罗汉以前都是见道，啊，就是出国二国叫做有学了，啊，有学啊，那见道一般是证出国的啊，那么但是有学学人啊，出国二国三国都是见道学人，都是有学，那阿罗汉才是无学啊，所以他说见道学人。啊，有学的啊，那么这些圣者，那么有两种语言啊，我慢跟名字，那么其他的阿罗汉啊、佛陀啊、诸圣人啊，诸圣人基本上就是，那我们看底下啊，他做宋元明的版本啊，那么公时这些五种版本都是诸肉尽人啊，那么就是阿罗汉的诸圣人之肉尽人，其实就是因为。有学也是圣人，有学也是圣人，所以他这样讲会分不清楚啊。但是我们照着文来看，也不会弄错了。一个就是有学，一个就是无学嘛，啊。但是他底下你看，我们看底下说诸肉尽人，啊，一切肉尽，肉尽就是把烦恼断尽的，其实就是阿罗汉啊、佛啦这些，啊。那么只有一种语言叫做名字，就是声音言语而已啊，啊，那么内心虽不为实法，啊，那么他内在是无我的，而随世界人，随世间的人，随世俗人，所以共传世语，啊，那么所以都讲这样的话，啊，那名字就是名言，啊，文字语言文字啦，其实就是这样。那么除世界邪见，啊，就是他没有这样的邪见，没有世间这一些邪见，啊，所以随俗无证。所以他随这个世俗所说，啊，那么他没有过患啊，那也没有错误啊。那以是故，除两种不净语啊，那么把这个邪见跟我慢去掉啊，这个是我们说这个语就是内在的语言啊。那么本随是故用一种语。啊，
那所以圣人啊，说我所没有过失，佛弟子随时故说我无有咎，啊，其实是没有过失的。现在讲为什么要说我啊？不是证无我吗？就算没有证无我，你不是要教人家证无我吗？啊，一方面教人家证无我，一方面所有的经一开始都说如是我闻，啊，到底在我什么啊？那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啊。其实他说其实没有问题啊。好，这个是随世间说的。啊，这个是啊，前面啊是用这个用钱来买钱啊，也是讲世间法是这样的。那么第二种啊，是说这个内在语言跟外在语言，它这个说我只是外在语言，外在语言没有过失的啊，它内在语言是无我的。好，第三个，若人着无我相言是实，于妄理是能应难。假设这个人执着无我，啊，执着无我的这个相，那么说执着无我就是无我了啊，其实就是把这个无去掉就好，就把执着无我相言事实，于妄理是能应难。彼奴一切法实相无我，云何言如是我闻？就是说，这个人在讲如是我闻的时候，假设他也执着无我相。我相跟无我相都是执着，啊，假设他执我相或执无我相，啊，那么当然你可以说你这样讲不对啊，非难他嘛，难问他嘛，啊，他说，所以他说，世人应难啊。如果有一个人，那么着就是执取，执着执取，那么无我相言事实，啊，那么与其他的都不对啊。重点不在我跟无我，重点在执着。啊，执着，所以不是讲我跟无我，而是执着我跟无我。那么这个人当然啊，他你应该要非难他啊，你应该要呵责他。你为什么啊说一切法实相是无我？无我是一切法实相，为什么你又讲如是我闻？那么现在诸佛弟子，一切法空啊，无所有，就是一切法无我。空，所以空包括我跟法。啊，这个是我，这个是法，无我的法啊。那所以现在都讲空嘛，啊，啊，这个是我，但是这个就是无我，这个就是法。那么你执着我跟法，啊，那么基本上都是错的。所以他这里讲啊，他说。佛弟子，一切法空无所有，世中心在这里面，他的心并没有执着我跟无我，亦不言着诸法实相啊，甚至也不执取啊，有所谓的诸法实相，何况无我法中，在无我法中他会执取不会啊，以是故不应难言，何以说我啊？所以你不应该非难啊，呵责。说你为什么要说我？如中论中即说，啊，那他这个即啊，我们看看啊，他基本上这个是非常有名的即。中论里面是：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大圣说空法，未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诸佛所不化。这个是非中论里面非常有名的一个即。那他这里。中论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啊，大智的人也是鸠摩罗什翻译的，但是他翻译的就不太一样啊。我们来看，若有所不空，应当有所空，不空善不得，何况得于空？好，那基本上是假设啊，那么若有所不空，啊，就前面讲的啊，应当有所空，若有不空法，则应有空法。好，那。他是说假使
有一个具有自信的不空法，不空就是有自信啊，这我们要稍微知道。尤其特别般若经啊，他一定会讲所谓的无我，就是无自信，无我就是无自信，我就是自信啊。我们说重点是自信，我无我就是无自信。无自信就是空，基本上无自信，整个无自信就是空，那么无我就是无自信，那么所以无自信空，所以叫做性空慧，空性慧。你有这样的智慧，那也叫一切法空，一切法空慧。那现在假设有一个不空法，那么自信就是不空，无自信就是空。那么假设有一个不空法，自信是不空法，它实在的，它是实际的存在客观的存在自信就是不空法。好，那他说假设有具有自信的不空法，才会有相对的空法那现在实际没有自信的不空法，那又怎么样会有空法他是在讲这个实无不空法，何得有空法。那么并没有一个不空的法就是没有一个自信，那哪里会有空法？空是针对不空说的，空对是真。假设有一个不空法，那么才会有，因为空这是相对的嘛，它是相对的但是没有实际上的有一个不空法，所以也没有实际的一个空法。这个空法也是一个自信有空法的，有空这个法的自信，有空这个法的自信，那有不空这个法的自信，就是说实际有一个空法跟有一个不空法。就好像部派里面讲他讲生灭，生灭法，生跟灭，这个都是后来部派的概念来的有一个生法，有一个灭法。那你跟生法相应了，你就出现；你跟灭法相应了，你就消失。生法跟灭法一直存在，生法不会生，灭法不会灭，它就叫给它叫做生法跟灭法而已，它是一直存在的那所以这样的观念，那么也是有一个不空法，有一个空法它其实没有，那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生法跟灭法生因缘出现了它就生，因缘不合合，因缘合合它就生，因缘不合合它就灭，没有实际的生法跟灭法，没有，没有实际的生法跟灭法。那这个空法跟不空法也是这样那么并没有一个不空法所以也没有一个空法那你也不要执着有一个空法，所以后来空是要解决有的那你后来又执着空了所以宝积经就讲那么宁起我慢，积弱虚名那么不可执空起真善慢为什么？因为一切有，一切执着都依空得灭但是你执着空，那就没有办法灭了就没办法，就好像你靠这个药来治病，现在你对这个药过敏或是你这个药变成病了，那麻烦了那药反而成病了，那原来的病也没好反而更加重病情那就更麻烦了，没有药可医了就变成这样了所以并不是有一个空法来去除这个不空法并不是这样子的本来就没有不空法所以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空法这个记这种重点在讲这里所以他说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若复见有空，这个诸佛所不化那宝积经基本上就是中论，就是也有引用宝积经就是宁起我见，积弱虚名，非以空见起真善慢。所以者何？一切诸见以空得脱若起空见，则不可除所以也是在讲这个道理那我们来看他底下
若有所不空，应当有所空，不空善不得，何况得一空。假设有一个不空法，就是有自信啊，有一个法有自信，有一个不空法，那么就会有所空，有空有不空吗？但是不空啊，那么没有这个不空法，哪来这个空法？空是针对于不空说的嘛，啊，凡人见不空，亦复见于空。那凡夫不但见到不空，也见到空，就是执着空，也执着不空，执着有一个空可以空不空，实际是这样的啊。那么不见见无见啊，那么就是他就是凡人见什么不见什么啊，那么见跟无见啊，事实明灭法啊，我们把这个稍微，因为他这里如果没有解释，不知道在说什么。好，他这里是这样啊，他说先有这样，若有所不空啊，若有所不空。应当有所空，若有所不空，应当有所空。不空善不得，何况得一空？那底下来就是凡人见不空，亦复见一空。啊，后面这个都比较容易解，后面就不见见无见，事实明灭法。啊，重点在这一句啊，不见见无见，事实明灭法。像我们要解决这种问题哦，都要从他的前面去看，才知道他在说什么。啊，他这里说，假设有一个不空法啊，就有一个自性的法的诸法的自性，那么应当有所空啊，就是无，就是要去掉这个空是针对这个不空的。那不空法也是一个法，空法也是一个法，空法跟不空法，那么这个都是诸法有自性的这一个概念啊，就一般的部派啊。那么不空善不得，何况得于空？好，那现在凡人，凡人见不空啊，见重点在这个见，见这个呢不空啊，见这个不空，因为也没有不空，也没有空，也没有不空，也没有空，但是凡夫不知道，那么执着见就是执着啊，执着这个不空，也执着这个空啊，因为有空有不空嘛啊，那凡夫执着这个不空，也执着这个空，好。那不见就是不执着，见跟不见啊，见跟不见就是执着，执取跟不执取，不执取见无见啊，那么见这个不空，见这个空也没有见这个不空，没有见这个空啊，就是他没有执取这种执取，事实明灭盘啊。那么见空，比如说见不空，那么无见啊，就是他空啊，就是不执取空跟不空了。不空，如果照这样来讲啊，就是凡夫执着不空跟空啊，那圣者不执着，不执着空跟不空啊，那么对于空跟不空他没有啊，他不见嘛，不见这个见啊，见空跟见不空，这个见空不空，但甚至也不执着这个不见啊，其实是这样啊，那你可以讲啊，就见空跟不空，因为他不见见见什么？见见空不空啊？啊，凡人见不空，亦复见于空。所以这个见是空跟不空。凡夫的人见不空跟见空。那圣者，圣者不见这个空见跟不空见，甚至也不执着这个不见。啊，所以不执着见不见，啊，或是说也可以讲不执着见空跟不见空，啊，那么就不空了。啊，那简单讲就是不执着空跟不空，那么你可以细一点讲，就是不执着空不空，也不执着这个见不见，啊，那么这样就叫做涅槃，重点就在执取了，不取，啊，不取，
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涅槃啊，这个真正的涅槃就是解脱啊，这才是真正解脱，但是圣者啊，所以好。那底下啊，他说非恶安稳门啊，非恶就是非见空，亦非见不空啊。那么这个啊，就两边呐，不是见，也不是不见，不是空，也不是不空啊，离这两边啊，见不见，空不空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啊。那么。所以诸佛所行处，是名无我法，这个才是啊，诸佛所行就是佛所证得的这个涅槃啊，那佛所证得的无我，这样才上不执着见跟不见，不执着空跟不空，这个才是佛所证得的无我啊，这个才是真正无我，才因为佛也因为证得这个无我，才叫做佛，因为证得这样的无我。怎样的无我呢？不执着有跟没有，空跟不空，啊，也不执着见跟不见，啊，那么，那一般的说法这样解释，我们把这个先写完就好了，啊，他说，啊，啊，这个大正的解释也这样。贪着心生，啊啊，就直取了。贪着心生，智慧顿悟，于空生见。未有空，或未无空，因为于这个空生见，或未有空，或未无空。因有无还起烦恼。离空则无涅槃道，啊，那么如果我们把空讲究就是无我的无我啊，因为是这里在讲无我嘛，啊，如是我无我啊，那么你执着啊，有一个我，有一个无我啊，那么这样。啊，那么都会起烦恼，啊，但是你如果没有空啊，你如果你不执着，但是你离了这个空，离了这个无我，那么也没有办法涅槃。就说佛是证的这个无我，佛是证的这个无我啊，那么才叫做佛的啊，觉者嘛，佛陀是觉悟的意思，佛陀是觉者的意思，觉悟的人，觉悟的人，觉悟什么呢？觉悟无我的人。啊，缘起无我的人，啊，那《般若经》叫做缘起无自性的人，啊，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也不是说不用无我啊，而是佛就是证的无我，但是他证的无我不是所谓的啊这样的空跟不空，见有见无见的这样的啊，有一个无我，有一个我啊，有一个无我啊，那么没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执着。所以他说诸佛所行处啊，那么觉者所觉的内涵就是无我，但是这个无我并不是啊有我无我那个法的我啊，不是，没有那个，没有那个自信的我跟无我，没有那个自信的空跟不空啊，其实没有这个啊，那你离了这两边，你就能够也能够成为觉者。略说我意啊，这简单啊，这里简单说我的这个道理。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大家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